球，我就应该放球让可以测试一下现在我的功能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要测试我的自由，我就放到脑袋这个位置，比如说我要中手呢，球呢可以弹这么高。如果这个过渡越好的话，球弹的会越高。那我的自由呢，放到这么高的位置，我要测试我的心脏功能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心脏功能还可以吧？那我测试男人比较看重的功能，这个位置，还可以吧？我的功能对不对？你看测试你的自由，测试你的自由，测试你的自由放到多少位置？背对下去，弹起来呢？这里可能不是太好，我看一下，你的心脏功能好不好？心脏的位置，奇怪了，那我们最重要一点呢，看看男人功能好不好，放到这个位置，看来你这个功能还是有问题，这是不是自由有点欠缺？不信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自由来测试好不好？球是没有问题的，看我们自由高了吗？